打字的时候，你不知道你打的字有没有在那个我们影片范围里面的话，左手边有没有眼睛？可以吧？它眼睛有三个状态，一个是打开，一个是关掉，一个再按一下就变锁起来，有没有？好，所以反正你要用哪一个没关系，只要眼睛关掉就好了，你就可以先看到下面，把它对齐好，你再把它打开，这样就 OK 了。好，好。这个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打字，有些人打到这边，然后有时候会不小心就按一个 Enter，有没有？或者按一个空白，各位 Enter 个空白都算字，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，你的这个字的外框，你看我把它先变，你有发现外框这里就长出来，这样了解意思哦。如果你有多按一个 Enter，对不对？这个就会多一个哦。不是说这里没有东西，他故意把你张开，你把那个删掉就，是就回来了。了解一下，如果说你有空白啦，或者是多按一个 Enter，通常都是多按一个 Enter 啦。好，那就会造成说它的边框看起来比较大。好，那现在如果你已经设好了，我们就来先帮它加个，你看这个哈，这个会吧？特效你随便加没关系啦，好，特效你随便加，看你要加哪一个，好，所以我们是从这边，对不对？刚刚学会的哈，从这边，你要用比较炫的，就是用这个；如果你要简单的，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用打字的效果啦，或者现在最近王健民那么热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像以前不是有玩过那种波浪吗？哎呀，对不对？哦，他们那种波浪的也可以啊，你先加一个效果进来，好。那这个处理好，等一下我们再处理另外的。来，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哦，字做好了，我现在来做图的部分，我就点到图，但是因为我这个锁起来了哈，打开，点到图。那点到图，你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地方时间轴，有没有发现我现在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我们刚刚那个动画也是一样，字先出现之后，这个文字才在做移动。那我先做一个图的淡入，淡入怎么做？从这边，假设我一开始这里简单的，是不是有个淡入？点一下，这样就有淡入的效果。那淡入之后，我要做移动，移动你就从这边来，这里不是有一个叫移动吗？点一下，哎，点一下它怎么知道你要移动到哪里？对不对？所以说你点完之后啊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地方开始不一样？这个地方有没有变红色？跟其他的关键影格是不是长得不一样？如果有变红色，表示说你在设这一点的关键影格。设这一点关键，什么叫关键影格？我们刚刚不是说，哎，A 点到 B 点就成一直线嘛？等于说你加入移动之后，它一开始的这个位置就是什么？起点。那么到了这一点，这就终点。所以我就来这边把它往后退，有没有？往后退。那哪里不一样？其实你可以看一下这里，它在中心点的这个地方会产生一个什么路径出来？有没有？我还原一下，你再看一下哦。再还原，本来这样对不对？好，我先加入，好，在它后面加上一个移动。好了，当我一脱曳。有看到那个路径的线跑出来了吗？你有这样就表示你在做什么？做动画，就表示说有在做动画的部分哦。好，我就拉过来。那最后它做完之后，是不是又有一个消失？你看一下，移动过来是就慢慢淡出，所以我们有淡入又有淡出。好，所以有到后面再帮它加上一个淡出。淡出就是由有到没有嘛，淡出就是由没有到有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整体来播放看看，有没有？淡入、移动、淡出，淡入、移动、淡出。但是我现在速度比较快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怎么样调整一下哈。来，画面还给你。如果你们加入移动之后没有红点的话哈，不要紧，你把你的时间轴你来看一下哈，你把时间轴点到这里来。有没有？这样就会有，或者在这边，在这个点上面点一下，就是说你时间轴要出来了。你时间轴如果留在这里最前面，
那这样你都不会有红点，有没有？但是我的时间轴，如果你用拉的也可以，有没有？到这边有不一样了哈，来，你再试看看哦。啊，所以说我现在要做超连接怎么设定？在 Switch 里面做超连接比较简单，因为我是整个都要做，对不对？所以对他来讲，你只要在场景上，这个叫场景哦，在这个地方，你点一下这里，有一个叫场景。其实我们在做动画，你在做非学动画，你要把它想，你就是电那个什么导演嘛。那场景的话，是这样有可以有很多，只是我们现在很单纯，就是只有一个。你看我们看电影啊，看电视啊，诶，这个场景在室内，然后等一下下一个场景在室外，对不对？啊，比如说在火车站，在哪里，是不是不同的场景？但是我讲的都是同一个电影，这样了解这个场景的意思哈。好，所以你点到场景。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单击，click，好，就是点击，然后有的这种点击预设是什么都不做嘛，那你把它改一下，就是变成超连接，好，变成超连接。那么在这边的话，假设你要连到网址，假设你要连到我的，你就点一下这里，我按右键，记得哦，前面这个也要打哦，HTTP 冒号有没有？这个要打哈，这个要打，因为这个代表什么？通讯协定。你没有打，他就不知道说我要用什么，因为我们也可以直接点了之后直接连到 email。好，就这个前面又不一样，好，前面又不一样哈。好，所以我现在把它抠好之后，我回到这边来，按右键贴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一般广告通常会另开视窗，对不对？比较多啦，哦，比较多，所以在这里有个目标影格，你看一下，打开之后有没有叫 blank？你如果没有设定预设就是 self，等于说我点下去把这个自己的画面就是那个网页就换掉。那如果你是用 blank 代表的，就是我开一个新的视窗，这样 OK 哈。这里就是你要点到场景，然后到这里有个叫单击，你告诉他我要连到 URL，哎，网址上面去，这样就完成了。你就可以来这边把它做一个绘出，这个。好吧，绘出成 Flash，像我再点一下。好，那我把假设我把它放到我这边来，好，储存。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上课资料里面多一个电影一有没有？你看我们刚刚这119K，其实什么最大？那一张照片，没有那张照片大概就几 K 而已。好，所以你看我做一个文字动画几 K，应该还算蛮划算的吧？哎，跟图片比起来了哈，你看划过去有没有一个超链接？这样 OK 吗？好，来。